手就把约定唱掉的人。你知道，其实我是一个叛逆少女，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要把最重要的歌放第一首就唱，永远都是被公司挡下来，就说不行不行，怕唱了之后大家就离席了。我就跟公司说，如果我第一首歌就把约定唱掉，接下来就凭本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永远记得亚明哥看到我的第一眼，他在吃饭，看到我就哦，然后我就在想说，是失败吗？还是什么？为什么是这个表情？但是我很感动的是，他后来决定把我签下来，是说他听到我自己试唱的袋子里头，他说这样子的歌声，如果我们不签他，还有谁能出唱片？谢谢老板，你对我的肯定，谢谢。好想好好爱你，这一句话只能藏身秘密。关上窗外的雨，反复质问你爱过的痕迹。好想好好爱你，却没有距离，再把你抱紧。从今以后。Yeah.